湾景中心大厦前临湾仔开旁，距离港铁会展站只是几分钟步程，坐开黄金地段的优势。物业建有三座，以品字型排列，其中 A 座为服务式住宅，不作出售，其余的 B 和 C 座单位则可以在二手市场买卖。湾景中心大厦主攻小单位，实用面积由300余去到500余平方尺，单位间隔较为灵活，业主多数分间为两房或者三房，户户没有窗台，可以尽用空间。景观方面，虽然 A 座景观最佳，但是 B 和 C 座亦有部分单位享有海景。物业基座设有商场，提供超市、便利店和银行等商店，而平台则设有多间特色食肆。同时不用10分钟就可以步行到轩尼斯道一带的市中心旺段，有齐各式民生商店、街市和食肆，亦可以找到港铁湾仔站和多条巴士路线，起居生活便利。如需过海的话，物业前方就是湾仔渡轮码头，前往尖沙咀非常方便。另一方面，物业四周有完善的社区康体设施，包括港湾道体育馆、湾仔游泳池和运动场等，日常运动有不少选择。